就像个小火，放入奶油，让奶油融化。为了控温，火可以不用开太大。当温度达到一定的时候，火可以再小一点。放下蛋，转一圈，稍微摇匀，等它凝固。筷子又上场了。在摇晃的同时呢，也让蛋分布比较均匀。然后呢，画三圈，一、二、三。稍微翻动一下，好了，关火，盖锅，等一下就准备起锅了。好了。